同学们，我们来看到这一道易错题。严老师爬四楼用21秒，那么爬8楼用多少秒？有的同学二话不说，给我在这儿填了个42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老师就给你打个叉了。我们来认真分析这道题，可以用一条线段来表示爬楼。爬四楼，这里是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1、2、3、4。严老师爬四楼，实际上他只走了几段路啊？1、2、3，只走了3段路，也就是说这3段路他花了21秒。那么一段路需要多少秒？就是21除以3，得到7秒。一段路用7秒。现在爬8楼，继续往下走，5、6、7、8。从1楼到8楼，他又走了几段路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也就是爬8楼，实际上他只走了7段路，一段路用7秒，所以7段路就是7×7，49秒。这道题49。